看老师傅这儿有啥好东西啊。你那个娃他给我10块钱，我说10块都买了老娃吧，真的不信了。嗯，有残了，有线。残了，没残了一天呢，只有一点半点。听了给我150，你给我多少钱呢娃？你要有腰的给我一点，没腰的别给。不要。老的吧。主要是残了，给多少钱？残了，一点半点儿，我撂这么些年了。残了，不要。你给我个这斗彩啊，这是什么彩啊？我看一眼啊。他这么说。斗彩，哎呦我。青花，描边填彩，大清雍正年制。这丸子卖的是吧？1500。嗯。哎，缠枝莲，这是缠枝宝相花的，嗯，斗彩的，大清雍正年制，1500，贵不贵？这个碗儿，万寿无疆，这个是黑地儿的百花不落地儿。没事别一点的，哎呦，过枪龙，来钱来的。过枪龙的一个茶碗，这怎么卖的？这个，这个，1500，1500，过枪龙，嗯。